这个以前师尊比一次怒龙啊，这个眼睛要斜视，这个下唇要咬上唇啊，这个是金刚眼，我们晓得这个是金刚眼。哎，这个金刚眼有用的哦，你修法的人呢、哦，只要自己观想成变化为怒目金刚，那么进到佛梯儿里面呢，进到你的房间就要瞄一下。那些恶鬼啊，那些鬼来看到我有我哦，会怕你的啊，因为这个来者啊，不管他的武功到底高强还是低弱，至少他第一个进来那一种姿势就是很厉害的样子，吓得那些都跑光。